你好，我是美珍。为了减轻低收入家庭的负担，政府推出了大马一家大专生电子设备 Brandy Siswa 计划。在这计划下，政府将免费派发三星平板电脑给就读高等教育的 B40 低收入家庭大专生。目前大专生免费平板计划依然开放申请，直到9月30号，而且有关申请方法并不复杂。大专生想申请免费平板计划，需符合四个条件，那就是必须是大马公民，来自家庭收入低于4850令吉，并且不曾领取政府任何设备辅助。同时，申请者必须就读教育部属下基础班、大学预科班、师范学院、技职学院以及中六第二期在校生。只要符合以上资格，大专生可以浏览 Brandy Siswa 计划的官网，接着在首页点选注册用户 Daftar Pengguna， 就可以填写个人资料，然后点选注册 Daftar。完成后，申请者需要登入个人电子邮箱，打开系统发送的电子信件以启动注册账号，接着重新登入注册的账号，并填写申请者个人资料，再确认资料没有错误，便可以点选 Handa Bermohonan 提交申请。目前已经有大约10万名大专生提出申请，其中的60%已经通过初步筛选。政府将会在这个月9月内派发平板电脑给已经通过审核的大专生。至于还没有通过审核或者刚提出申请的大专生，则可以在今年10月份开始陆续收到平板电脑。谢谢收看，我是美珍。更多的新闻资讯，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 TFM。